民间乡部会串伫串长的努力之下，规划一连串的课程，提供社区居民报名参加。其中的歌唱班也办理了成果展，展出居民这段时间的努力成果，是让大家非常的欢喜。啊，今仔日嘞，咱这个歌唱班会当办甲遮好吼，人员遮大阵，就是咱经过咱萧逸之老师吼，甲咱调教吼，不管落雨天哦，嘛是拢有来哦，大家拢专勤的就对啦。老师嘛拢无缺席安尼吼。学员拢真感谢村长所规划课程甲活动，唔来当让脑力甲体力拢有所成长。居民伫唱歌当中也会使增加厝边的感情。这届新歌展也让因感觉非常有成就感。这样大家在一起那个凝聚力啊，我觉得唱歌真好，而且每个人都很开心。而且我想说，那既然借由大家的力量，可以越来越学习精进，我想要把我的歌声练得更好。社区居民拢真爱来这，作为唱歌开讲，歌唱班除了会请老师来教以外，也会办理唱歌比赛，去啊别个社区互相交流合作。也因为安尼，让时代生活变得更加精彩。咱若只要学唱歌吼，会对咱的身体吼非常的有帮助。因为啊，若唱歌爱出力，啊，若出力就是等于运动。所以吼，有闲的吼，只要村里社区有办歌唱班呢，大家共同吼，大家少少拢来参加歌唱班，让咱的村里，让咱的社区更加的活络。乡亲时代拢真爱这个课程，学习过程中也非常的欢喜。希望日后的歌唱班会当有更加侪居民做伙来参与，让大家做伙精进，做伙成长。记者艾全长报道。